其实永明姐也讲到这些事情哦，在台南其实大家早知道。那陈忠彦呢，我们可以看到早在2010年，当时在11月的时候，赖清德选上了台南市长，但是还没有就任。好，那传出说在这个团队里头有一名工读生又要当兵了，好，所以庄脚呢就请大家邀请大家来到一家酒店，好，天上人间就开启了陈忠彦认识了豆哥，还有这个小云，小云有空吗？好，就牵上线了。那么在赖清德就职台南市长半年之后，他知道这个消息，当时他是震怒，非常的生气，所以就把这个子弟兵啊都通通找来，好，问个清楚，那也就就近看管了部分人士，包含当然还有陈忠彦。那么当时呢，他突然被调任新闻跟国际关系处长，外传跟这样的事件也有关系，因为大家都认为说，哎，其实赖清德应该是蛮高标准的，所以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当时呢都留校查看。对，我觉得这个事情的曝光啊，不仅是说他曝光的内容啊，比那种八点档的那种乡土剧还要震撼以外啊，一定会形成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他对于赖清德的伤害，就是说，2010年是他在政坛上才刚刚崛起的时候，因为赖清德在那个之前呢，他是跟我一起做立委的啊。那实在要讲，我相信董哥可以作为我的证明了啊。赖清德在跟我同期做立委的时候，他并不出色，哎，对，我那个他参与的相关的法案啊，哦，然后对立法院重大案子的贡献，我今天可以很凭良心的讲，他还不如我，哎，差远了啦，不好意思，而且都是闹笑话，不好意思说差远了啦。但是我的印象中，就是说我们重大当时推动的很大的改革案，譬如说政治现金法啊。民进党也有那个代表的立委啊，可是从来没有过他哦。譬如说，我们当时修正非常重要的哦，什么民法亲属篇啊，对整个这个财产啊、女权啊各方面有很大的一个贡献呢，赖清德也都没有参与过啊。哦，当时呢，那个整个国家很多这个制度的改革啊，哦，譬如说行政院组织法的部分啊，赖清德都没有出现过啊。我要讲的就是说，赖清德在立委期间，没有人会想到说他会变成今天这样子等级的政治人物。那2010年他去当选台南市长的时候，可以说呢，他是一个年纪还算不大，然后呢前程非常远大他应该要很爱惜羽毛那这个一片看好说这个情况我觉得如果以今天来比拟呢，他有点像是现在的蒋万安呐，就是说，你觉得他前面是坦途嘛？那你只要想象说，今天蒋万安的内阁任内，如果蒋万安知道说他用的某一位，长相很不错，英俊潇洒，形象也 OK 的这个一级主管官员，结果竟然呢？去招妓，被人请喝花酒，而且呢还被爆料，都已经被他掌握资料。是，你能想象说蒋万安还会让他留在团队吗？肯定是斩掉的嘛，因为对他对于一个未来还有很长远发展的时候，何况他那个时候跟这个陈忠彦呢，一定还是刚刚开始合作而已嘛。他一定那时候陈忠彦也一定还不是他的什么了不起的核心幕僚，因为他才刚当市长啊。那这种时候你都已经知道了，你还不砍掉他？他只不过把他从什么本来是说发言人是不是新闻局长，反正就是把他调去一个新闻跟国际关系处，对，把他调，把他调一个别。那个别的工作啦，但是其实你说新闻及国际关系处处长不重要吗？那也是一级首长啊。也就是说，赖清德当时是什么判断呢？他是怎么样的内心呢？他是如何的觉得依旧扣神？他觉得没关系呢？那这件事情完全会反映到说，好，你连崛起之初你都这个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很高的标准。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你又很 GSM、嗯、因为他当时呢就以很高道德标准呢说看不惯李全教呢、嗯、担任这个议长是、说因为李全教呢有问题、有涉案是我所以呢他200多天不肯进议会，你又要自我造神，好像我的标准很高、嗯、结果现在过来接民进党党主席，哦，也话讲得很好听、嗯、说我都高标准啊，我如何如何，这些事情我都不能容忍。那你2010年的时候，你为何要容忍那时候的陈宗彦，对不对？所以呢，假面具就被揭露了嘛。嗯，就是你还在那么年轻的时候，你还有这么大好前途的时候，你看起来未来一帆风顺的时候，你有所有的可以展现你，至少你还应该没有被腐化嘛、嗯、对不对？你还没有掌，你才刚掌握权力之初啊，你应该用很高的标准来做你的人事任命啊，结果你完全没有啊。那表示赖清德本身对于什么性招待啊、嗯、喝花酒啊、跟不孝业者勾结啊，他根本不在乎。而且我还要提醒赖清德一点哦，他其实多次参选哈、哦，我相信董哥也有听到，他其实每一次呢，地方也有流传他自己的桃色新闻、哦、有，只是说一直没有报的很大、嗯、因为好像大家觉得没有抓到什么很实质的证据、嗯、哦，不是这种类型的啦，不是这种性招待这种类型的、嗯、可是一直有听闻、嗯、那你现在在这件事情上，如果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真的让大家觉得大动作的断尾、哦、我觉得还会牵到他本人。是民进党这个问题、哦、其实、基本上就跟他的这个党内民主程序是有关系的、哦嗯、因为很多这些、一些道上的这个朋友，他可能他在这个人头党员上他可以帮忙，这就会够形成跟这个一些政治人物之间的一个互利共生的一个结构。我想黄成国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当然现在出来的这位这个豆哥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当然还有待进一步去发掘了。不过他可能也很难以避免，就是说因为生意上的往来啊，甚至是他的其他方面的这种人际关系，可以帮助特定的政治人物解决一些问题哦。所以这个大概是民进党啊，其实在慢慢他这种所谓的党内民主程序逐渐的常态化之后啊，大概很多政治人物都会面临到的一个两难。不过如果你去面对这个问题，然后你有效的节制，最重要的是你不要让这些人去影响到你的一个重要的政策，你的政府的决策以及你的这个政策的执行。那当然这些本来一个政党就开大门走大路嘛，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职业都有，这也不奇怪。问题是在于说你是不是影响到你的政策，像黄成国的情况是这样，像王孝伟的情况也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如果你这些人他是影响到你一个施政的公平性，影响到你的施政的合法性，你变成你本来要去扫荡的，你本来要去查办的，你没有查办没有扫荡，那当然就会出现问题。不过我认为更大的一个问题还是在于说民进党在逐渐扩张他的这个版图啊，他逐渐在扩大他的这个所谓的基层的支持的时候呢，他也无可避免的去走上了国民党的老路，这个才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个根本的问题。过去民进党经常指责国民党这个跟黑道也好，跟这个所谓的企业界的这个挂钩，现在民进党执政，民进党腐败堕落的速度比国民党还快，国民党执政了40几年、然后碰到了这些问题，那民进党现在才不过是第二次执政，还没有到16年，就已经这样子的问题是越来越多。而且我们也同时看到，就是说在民进党执政的现在所谓这个不管是诈骗的问题啊，不管是这个犯罪的问题啊，警戒跟黑道之间的一个不适当的互动啊，这些问题都逐渐的浮现出来，就是表示不只是你的党员的成分，你党内公职的成分，党公职的成分复杂了，而且都影响到你的施政的一个公正性，影响到你施政的这个合法性。所以那么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就是需要有一些不同的政党
去监督制衡，在野党当然扮演这个角色，国民党扮演这个角色，小党也扮演这个角色，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在看待这个问题，其实呢应该是要这个见不贤内自省、哦、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如果国民党执政，国民党能够再取得执政权，能够重返执政，怎么样避免走上同一条路，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去进行内部的监督，能够有效的去防止这种不法的事情，因为党员成分的庞杂而出现，而影响到我们的施政。我觉得，所以这才是我认为为什么国民党应该要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去跟小党合作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国民党如果明年能够顺利的这个实现政党轮替重返执政，我们有多大的信心可以告诉选民说我们不会犯目前民进党所犯的这些错误？我们有多大的信心？那我们还是要有一套监督机制嘛，我们还是要有一套防腐的机制来争取选民的一个信任，告诉选民说我们是勇敢的面对我们可能会碰到的困难，我们建立一套机制去管理，去防范这样子的问题。脑力耗尽需要睡眠，睡前30分钟来包梦梦水，放松心情，舒缓焦虑，帮助睡眠，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充饱电再出发。辣气的推荐代码 CPI 567，还有主播出任务 BPI 444。